嘿，大家好。那么我现在呢是直接用美图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录的，拍完一个妆容的影片，我的 SD 卡里面没有内存了，就只能用手机这样拍。那手机呢，它是带有美颜的效果，反正不是一个什么彩妆的影片，那就无所谓，有美颜就美颜吧。那今天呢，我是想要来挑战一下这个韩国三样辣火鸡面的双倍辣到底有多辣？那我要怎么挑战呢？我想要在5分钟之内不喝水的赶快把它吃完。我觉得我基本上是不能挑战成功的，因为我第一次吃那个第一袋的那个黑色的那个，我就觉得辣到我已经要叫救护车，因为我是一个不怎么会吃辣的人。好，我只能吃微辣、小辣的那种，我就已经觉得很辣，而且要拼命的喝水的那种。那么今天呢，要挑战这个双倍辣，我真的希望我不会死掉。好，那如果你对我这个挑战有兴趣的话，那就跟着我一起看下去。好，我现在已经煮完面回来了，拍一个截图封面，好像瞬间有一种美食博主的感觉，挑战辣火鸡面。我也是给自己做好了一个充分的准备，2瓶养乐多茶水，1杯橙汁，1盒巧克力，它是冰过的，辣的东西只能用比较甜的东西来缓解辣。冰淇淋还是抹茶味的，好，我担心等一下自己会死掉，那么赶快，现在挑战要开始了。我家现在闻起来就已经是很刺鼻的那种味道，感觉挺呛的，感觉有点可怕。不知道为什么挑战吃一个东西竟然能让我很紧张的感觉。好，5分钟倒计时开始，是否香？OK，其实我平时吃面是很快的，因为我很喜欢吃面。好。但是我很怕烫，我靠，吃第一口就这么辣，而且这个辣瞬间就上来，喉咙超级辣的，哎，可是我觉得这一包分量很小哎，我几口就吃完了，因为我平时吃面的速度真的是很快又很大口，哇，好辣，我感觉胃都在烧，快要吃完了耶！好辣！我的嘴唇 太辣了，眼睛红了。惊人的速度！你们能感觉到我这个辣吗？自虐！
几乎只用了2分40秒左右的时间，我就吃完了那包辣火鸡面双倍辣。可是我现在好辣，眼泪，好辣，感觉喉咙都坏了。其实我不太敢喝水，因为我知道吃完很辣的东西，你立马喝水会让你更辣。而且整个嘴唇都已经辣得不行，感觉变香肠。旁边全都是，瞬间封唇的感觉，辣的我手都在抖。为了这个挑战，我也是拼了。但是我觉得比想象中的好多了。我看网络上那些人感觉吃的特别辣，我就以为有多辣，其实还好，只是它的后劲很快就上来了。像第一袋那个辣火鸡面，吃几口你才会感觉到很辣，它是吃第一口你就已经觉得哇，那个火焰就已经冒出来，然后你吞下去你能感觉到那个火就一直辣到你的胃里，好像就嘴唇特别特别辣，特别特别重，我要疯了，好辣啊。我的胃好难受，现在真的，如果你的胃不好，千万别吃这个，真的要叫救护车了。好啦，那么今天这个挑战辣火鸡面算是成功了。该死的包装袋呢，被我丢了。好，那么今天挑战成功，完全在自己的意料之外。好，现在胃超级难受，火辣辣的感觉。那么，喜欢这个影片记得帮我点赞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